还在抢救呢，可人在哪儿？好个屁！厅长，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是摘星星、摘月亮，也要把六哥救活，这是命令。大夫说，六哥心跳都快停不下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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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国民党特务们为他或真情实意或虚情假意的场面充满了黑色幽默。老六，老六，老六，局座，老四，杀手的幕后能是谁？老六和日本余孽以及共党都有血债，就连中统那帮废物也视老六为眼中钉肉中刺。共党要帮忙，我们何不借刀杀人？开枪打老六的那三名杀手身中数枪，当场毙命。撤！这说明现场还有第三方。局座，白天出了一件蹊跷事，我们那儿少了一份监听记录。有半个小时，共党和中统搞起了无线电静默，随后当班的人也失踪了。有这样的事？我叫弟兄绑架了中统电信处的艾美珍。交代了，全都交代了。据他交代，共党山城地下电台在下午接近三点的时候发过一份密电，被中统截获并且破译了。共党游击队今晚九点在正阳县去神仙洞代公馆的路上，要对他进行刺杀行动。共党游击队当晚要在老六去神仙洞代公馆的路上截杀他。我要秘书哥传达的命令，共党怎么会知道？南大兵来喽！看来在我们军统内部还有曾墨仪的同伙。我是秘书科江欣，戴局长命令我通知你，晚上去神仙洞大公馆见他。几点？九点。局座，这几件事凑到一起，您不觉得很蹊跷吗？走。
小爱的尸体飘在嘉陵江上，是被人用刀捅死后扔进江里的，军统做成了情杀的假象。他没死。谁？是的。怎赞官心落？怎赞官心落？阿弥陀佛，老六，你可把四哥吓死了，都一天一夜了，你终于醒了，老六，老六。我是老四，我是你四哥，你能认得出我来，说明你这脑子没事儿。杀我的是共党。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你少说话，刚做完手术，亏气。你放心，一个都跑不了。我一定要让这笔血债连本带利都给我吐出来。中统那帮王八羔子，只有杀错的，没有屈死的。